我这好像两个无头苍蝇。你不能调整是不是？只能手动的进行 noise 干扰。如果是老师那种，他应该不管怎么弄，他都会自动维稳。不过这差不多了呗，非常棒。哎，这可以呗。太兴奋了，搞了这么久，没想到直接再入，好像差不多可以了。兄弟加油呗，一步之遥，一步之遥。为什么你的就行，我的就不行？同样的功能，可能是硬件，这就是硬件。更像，就是你是天命之子。哎。哦，不行，对，我本来想把这借给你，结果我今天演示完就被收走了。对，就被收走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个直升机模拟器，然后应该已经成功了，但是我们要做一下记录。现在我已经把数据导入进去，接着点击这里，它现在处于不稳定状态，你可以看到它是向下的，然后如果开启的话，它应该会逐步实现自稳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。好了，飞机上播音，拜。Yeah, it works. 好了，搞定了，至少证明我成功过，然后我就把它记录下。下午就要考试了，下午就要测验了，就这样。stable， 看特别 stable， 晃都不带晃的。是啊，这个离心力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。我操！现在的话是5月15号，我们需要在。还有11个小时，我们就要开始我的 final year project presentation， 就是毕设的演讲加答辩。实际上，我觉得这个答辩不像国内的是比较严格，但这边的话，它只占10%的分，所以主要还是演讲。不过我还没有把这个 PowerPoint PPT 给做出来，所以我现在正在做。然后我觉得这是我本科生涯最后一场演讲了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记录一下。然后我现在穿着是比较随便的。但是待会应该还是要穿正装去参加这个演讲。废话不多说，先做这个，把这个演讲稿以及幻灯片给做出来吧，就这样。现在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穿了一套银色的西装，然后搭了紫色的这个领带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比较合适今天的这个演讲的主题。今天之所以穿这个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拍整个系的这个毕业合影，所以还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我们先学习，过一会就出发了。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X 自动化的总部，然后王总现在演讲完什么感觉？我还没有讲，待会1点就演讲，现在已经12:50，然后希望赶紧拍照。但是我们的 reception 非常小。Good morning, everyone. My name is Yafei Zhao, and my topic today will be about cooperative control for multi-UAV formation control. Thank you. Hi to the camera. Wave to the camera. Bye bye. 好了，我现在演讲完了，然后我在我们专业楼里面拍了几张照片。穿的西装，然后现在就要走了。